说在这里为各位华人表演，各位国际友人表演。我仅代表北京红樱树女子打击乐团，为大家奉上这一幅这一台演出，非常非常的高兴和荣幸。在这里呢，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红樱树女子打击乐团。我们是从上个月22号来的，一直会在喇嘛马剧团进行我们的木兰音乐剧表演，是讲了一个木兰替父从军，我想呢大家肯定都会知道。那么希望呢就是各位华人能够支持我们中国的文化打入百老汇，希望你们能够去观看我们的演出木兰剧，谢谢大家。